Hello 呀，每到月底就是吃土的日子，这个时候必须搞点杏鲍菇解解馋，比肉还好吃。洗干净的杏鲍菇用手撕成条状，开水下锅煮熟。煮的时候准备好凉拌的好伙伴葱段和香菜，先调个料汁，碗里放盐、鸡精、蚝油、生抽、蒜末、香油、糖、白芝麻、红油、辣子、小米辣就 OK 了。捞出菇菇，淋上料汁，放葱段和香菜搅拌均匀，太诱人了，还有一种鲍鱼的味道哦。干饭时间到，明儿见。花两分钟就能做出清香解腻的凉拌豆腐，跟着我做起来吧。先把菜市场买的老豆腐用手掰成小块，锅中水开，放一勺盐，豆腐下锅，焯水两分钟，捞出放凉。碗中加蒜末、葱花、小米辣、花椒粉、白芝麻，淋一勺热油呛香。接着放生抽、鸡精，这个拌菜神器，红油、辣子，搅拌均匀，浇在放凉的豆腐上。最后来点葱段，左手抓拌均匀就可以了。简单又实惠，你学会了吗？家里有土豆和豆角的宝贝，一定要试试这道好吃的下饭菜。碗中加入生抽、老抽、蚝油、鸡精、白糖、淀粉，半碗清水，搅匀备用。锅中倒油，土豆煎至表面焦黄捞出。同样的，豆角下锅，炒至断生起虎皮，捞出控油。锅内加入一勺蒜蓉酱、小米辣，一勺这个烧鸡公调料炒香，倒入土豆和豆角，浇上料汁，大火翻炒均匀即可出锅。就这一盘，你能干掉几碗米饭？天热不想吃饭，那就做上一份简单又美味的凉面吧。水开下入面条，煮开后捞出，一定要过下凉水，这样才不容易粘连。凉面捞出放碗里，下入黄瓜丝和火腿丝，多点蒜末，一袋香辣蘸料，小葱花，淋上105度的热油，炸出香味。接着放鸡精、白糖、生抽、陈醋、蚝油，这个拌菜神器满口香。最后撒上香菜段，用手拌匀就可以装盘了，简直色香味俱全，分分钟治愈你的没胃口。只需要一个电饭煲，有菜有肉有饭，一锅搞定，懒人福音哦。先把洗净的大米放进电饭煲备用，起锅烧油，下香肠丁和蔬菜丁，翻炒一下，沾个油气，倒入电饭煲里整理一下，铺平，调个酱汁儿，生抽、老抽、蚝油、香油，再加适量水，刚好没过食材，开启煮饭模式，就坐等吃饭了。开盖的一瞬间，简直是来自美食的治愈，不折不扣的下饭菜哟！一个青椒能吃进去一碗米饭，绝对不夸张。肉馅里面放鸡蛋、料酒、生抽、蚝油、葱末、姜末、蒜末、糖、淀粉、盐、鸡粉，顺时针搅拌均匀。调个汁儿，烧鸡公调料、蚝油、红薯粉、清水，搅拌均匀。把破开的青椒塞满肉馅，下锅煎到虎皮定型，倒料汁儿焖出收汁儿就可以了。好吃下饭不油腻，等就没胃口。喜欢吃豆腐的看过来，今天教大家解锁豆腐新吃法。豆腐捣碎后打入两个鸡蛋，依次放肉末、香菇碎、胡萝卜碎、葱花、火腿碎、白胡椒粉、生抽两小碗面粉，不用加水，直接搅拌均匀。戴上手套，搓成大小均匀的丸子，六成油温下锅炸，炸至表面金黄，浮在油面上即可捞出。最后撒上这个香辣蘸料就可以开吃了，有菜有肉，外酥里嫩，简直不要太好吃。
要正儿八经是个好东西，跟着无肉不欢的原则，先调个肉馅，放盐、生抽、鸡粉、淀粉、香菜碎、食用油，搅拌均匀。干净的锅里放切碎的火锅底料、葱段、姜片、白开水，煮化后直接下丸子。你感觉丸子差不多要熟了，就下米豆腐、葱段，煮出来味道之惊艳。家里条件好的小伙伴真的要准备一大锅饭，拌饭一流。我这种条件也就只有下个五毛钱的馒头了。在老家走到菜市场，中肉一家炭火慢慢烧辣椒茄子的店，今天用现成的烧椒酱来煮，茄子不用去皮，直接切成条，上锅蒸熟凉凉备用。剥两个皮蛋切成小条状，摆在盘子周边，中间铺满蒸好的茄子，调个酱汁，放烧椒酱、红油辣子、蒜末、葱花、鸡粉、生抽、藤椒油、清水，搅拌均匀，淋在茄子和皮蛋上就搞定啦，味道很巴适哦。小时候妈妈总是喜欢炖酸萝卜老鸭汤，但是清汤总是满足不了年轻人的重口味，但墨鱼烧鸭全方位满足重口味。鸭子直接下油锅煸炒，放花椒、干辣椒、老抽、姜片、蒜泥，烧几公调料翻炒出香味，加啤酒，没过鸭肉，放几个大葱段，煮到鸭肉半熟的时候放墨鱼、开水，大火煮到鸭肉全熟，放姜丝、青红辣椒丝翻炒一下，收汁儿出锅，真的是好香哦。